要是我不错啊，经常家里教住在一个大皇宫里面哈，啊，这个也不错啊，她交了两个很可爱而且很漂亮的一个姐妹花，所以这个时候第二首曲子就是说这个，哇，这个是经典之作啊，已经是他作品的末期的第1940，叫做 F 小调的幻想曲，幻想曲啊，然后很重要，乐谱上面提现一个人，就是卡洛琳。就是那个姐妹花里面的妹妹，所以这就有点暧昧的成分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人家说，哎呀，原来这就是舒伯特的爱情秘密啊，解构舒伯特的爱情秘密，他的情愫其实都在这个曲子里面。那我今天导聆这首曲子导聆第三遍，我觉得我这个机会一直导聆，我很快乐，因为第一遍跟第三遍感觉都不一样，又有更多的美丽的花絮要跟大家分享，而且我今天花最多时间就跟他们两个。你们还没有来之前，我六点就来，花了半个小时时间来跟他们做一个导聆彩排。导聆要彩排啦，不然我讲什么，他们办法马上弹出来了。好，导聆彩排绝对精彩。好 ，OK， 所以就说是 F 小调的幻想曲，20分钟里面分4个乐段，1、2、3、4连弹，4个乐段的内容一样。所以你如果好好把它研究清楚听完，你说哦，每个作曲家就好像一个建筑师。做任何事情都有磨练，选总统不是那么简单的、啊。今天常常被算了、哦、你没有磨练、哦、没有那么精准的、啊。你后来看到任何事情都这样，那选总统为什么那么好看？节奏啊，时间什么时候变化啊？事事如棋，局局新啊，对不对？哇，让你觉得哇，好热闹，什么都变化无穷。音乐是这样子的、啊，你如果事先没有知道它大概磨练出来，那、啊、你每次人家在凑到你的音响一直过去了，所以我费心的把它整理起来。啊、哦，一开始哈、哦，我告诉各位，一开始那个旋律更美啊。刚刚那个我就觉得很美啊，这一首歌啊，你看它一开始哈、哦，你看我们这个第二部的利安老师弹什么东西？好，你看到舒伯特或是很多作曲家里面一开始的这些和弦，干嘛？一定没有多久会怎样？会引出一段什么绝美的旋律出来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再听一次啊、哦。一开始出来的时候，旋律的第一句就出来了。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很美？请记住这一句，这一句就是整首曲子里面最基本的。到处都会出现，很多处都会出现，而且啊，它不是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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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当当当叮当当当当，它有一个装饰音下去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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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有没有不一样？来，再来一遍。起承转合，一样在一遍的起承转合。
下。所以这次是大调。Thank you.
前面刚开始哈，因为这里有点故事，事实上你除了注意音乐本身作曲的不同，它的变化，它的巧妙的铺排之外，其实你也用自己的想法去把它想成，随便你想，这个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一样的道理哈，就是一曲乐曲你各自表述的，你自己想到什么，你融入里面就好了。前面的这一大段我们想着什么？什么意思？请听我诉说一段轻描哀愁的故事吧。啊，我内心深处的一个秘密。那前面的铺排很多，哎，哇，一大堆对。第二段前面就好像一个回想曲啊，它是变得比较慢的，慢的，然后很多想象啊，回复到前面的感觉，回想以前的以前的一些故事啊，你可以想象你这样啊，再来音乐本身你要做不一样的色彩变化才会单调，对不对？那稍微慢下来，稍微幻想风了，这样慢下来。到第三阶段哈，他简直是在回味以前他们相处的快乐时光。五分钟的时间里面哦，简直在跳舞了。哇，那个苏伯特喜欢写四手联弹，他是喜欢教学生的哈。坐在旁边，我们一起弹，哇，很快乐，就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好不好？是这样的，哇，很快乐。等一下啊，第三阶段是怎么快乐？我跳舞快乐。而且你看他不仅快乐，他不断的在重复。曾经那种气氛，所以不用多说，第三乐段他已经很快乐的跳舞，看。
我心碎，斯伯特心碎在伤了我碎给大家听啊啊！说不定就是这样。对，你等一下，慢慢谈到最后啊，突然间心碎的时候，他是不是隐隐也有那种味道？那心碎没有多久，他还是慢慢的把结束掉，余韵无穷，非常美的，就是 F 小调的幻想曲，很美啊。所以等一下，当我们谈到最后的时候，你看到心碎的那一刹那在哪地方？你看到我心碎的那一刹那跟音律有没有一点点关系啊？
Thank you.